闪亮入场。不管路有多长有多短，不论是平坦或者是曲折，一路上都有美好的风景。我希望明天我们踏出校门以后，学校能够因为我们每一个校友的优秀而更加感到骄傲和自豪。谢谢大家。我今后努力的目标是从肥而不腻向温润如玉啊！好，谢谢。伟大是熬出来的，班长也是熬出来的。